整个旅游区整个规划区范围我们规划了10000亩地，100亩地，100亿是整个旅游度假区的投资。泰坦尼克这个单体项目包括接近10亿，对吧？对，而且全世界它这个 IP 吸引其实世界各地人都会来，所以我们的接待游客量一年大概会超过200万或到500万，所以有这个游客量，那么对我们的投资收益应该是有足够的保证。项目建造的，说实话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难，毕竟在内陆地区建一艘相当于航空母舰一艘船，对吧？而且我们主要是要严格按照当年的标准来建，所以我们很多图纸都需要通过一些